蛟龙，蛟龙，向九福巷。哎，蛟龙收到，兄弟啊。现在准备回车。好的，好的，明白。啊？真假的？蛟龙号浮出水面，下潜取消。摄制组忧心忡忡。深海摄像机搭载蛟龙号排得靠后，再来几个坏天气，洋底拍摄便机会渺茫了。平平安安，平安。好了，一切顺利，一切顺利。今晚是又一个西南印度洋的不眠之夜，为保证明天的下潜，人们在排除故障，抓紧时间备潜。承担探险任务的科考船，对它的乘客来说就是一条命运之舟。96位来自各自生活的人同舟共济，经历跌宕起伏的每一天，而我们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大洋深处俯卧在永恒黑暗和寂静中的龙旗。它不仅仅是矿产资源，它的认识价值恐怕要深刻得多。或许是因为上个潜次下潜失败，大家都显得有些紧张。科研团队和保障系统人员都围在监控室门口，密切关注着潜水器的状态。一次浮有缘接地0.1，正常。好，收到。后方潜水器。昨天晚上给了我两个苹果。你大家吃了吗？他说让我扔海里。你扔了吗？扔了。我扔完就晴了。你看我扔两瓶管用了吧？想靠你扔的是吗？向九，蛟龙请示下潜完毕。蛟龙同意自准下潜。6分钟之后也开始下。开始慢慢往下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深度计一点一点往下蹦，一会儿就已经几十五六十了。我说哎呀，我这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下潜记录，当时还很兴奋。一般下到多少米？200多米。200多米。但是可以从那个观察窗往那边看，这边应该浮游生物比较多吧。就看到了那种发光的，非常漂亮，蛮漂亮。嘿嘿。哎呀，可以开到海底了，快，快了，还1分钟，1分钟就要都看到了。14，哦，怎么感觉看到？哇塞！看到底儿了。嗯。你在看到底了？看到了。我这里没有看到呢。他这边你看到了，兄弟。哇塞！今天我们的张毅同志先看到。他这边离比较近。其实我们落底的地方好像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石头啊什么的，但是自己亲眼看见海底，然后看见蛟龙号慢慢落下去，扬起那些烟尘扬过我的观察窗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兴奋。我甚至当时都忘了怎么操作高清云台了。那沿着这个坡的话，基本上是那边，如果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你换位置啊。慢点啊，你们俩换位置，准备把上面设备啊什么碰到了啊。
春辉博士。是杨中脊的山顶，那里有一道裂谷，沿着山脊在地球上蜿蜒6万公里，就像网球上回转相连的缝合线。你看到冒烟了，看到没有？我在看到冒烟了，看到了。哇塞！终于看到黑烟囱了。终于看到了，这么大规模的烟囱。对呀、这是之前来过的是吗？对对。哇塞，太漂亮了！这黑烟囱，我不是亲眼看一下，我感觉它是突然跳到我眼前的。那些黑烟一直往外冒，以至于它周围的空气都有那种金黄色的颗粒。它周围的一些地方，那些流也是有异常的，就感觉它们在蓄势待发，准备喷薄而出。在那儿搭亭的时候，采样篮不小心压到了一块，就把那个外边的那层壳给压掉了，就感觉是一堆金粉。咵喷出来了，一个新的烟囱口就喷出来了。你得慢慢。特别难取样。在世界各大洋发现的300多处热液喷口，也就是烟囱，大多在洋中脊扩张带，但隆起却不那么简单。岩浆活动多的地方，容易发生这个热液活动。岩浆活动多了，它扩张就快了。这岩中脊就是，你根本下面岩浆冒，就两边推，你下面东西都冒出来了。像东太平洋海螺，它这个每年这个扩张60或者80公分这样，它就非常快。大西洋这边它是什么样的扩张岩中脊的？它岩浆活动也比较合适，发现很多，而且比较大。那超面式扩张岩中脊呢？就是我们西南一段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发现过活动的热液系统，大家认为它岩浆活动少，它不容易发育热液系统。所以我们到2007年把它找到，当时就是认为就是我们是国际上第一个在超面式扩张岩中脊发现的活动的热液系统。西南印度洋洋中脊扩张每年只有1厘米多，在这里找到大片的热液系统，会让人类对海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深处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蛟龙号获取的样品是发现的开始。现在那个喷口在我的喇叭那边，右后。在海底作业真的特别不容易。我们在抓一个东西，或者想去布放一个东西，或者想去测量烟囱口的温度啊，就是看似很简单的事儿。就一个烟囱口，它有一个直径嘛，那一根测量温度的探针，你插进去就好了，然后测就好了。想象中好像很简单，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在水下那种精细操作，真的是很复杂。8天前，蛟龙曾经在这里工作过，3个人发现了当时失落在悬崖下边的测温设备。是掉下来的吗？对对，他们那天掉下来了。好，高手。太高了，高手了。抓了，姐姐。这个是他们上次丢的，是吗？对啊，他们找不到了嘛，那次。他们自己找不到了，回去不吭声了。我的东西呢？这是谁的东西啊？肖老师的东西。那应该在返程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回收有惊喜。蛟龙采样篮里塞满了科学器材，有些用完了要带回去，
有些要放在烟囱口上或热液生物中，过一段时间再回收。而这些白色的标志物将永远留在洋底，就像地名站牌一样。93000次收获颇丰，最让唐嘉玲自豪的是将8天前布放在这里的设备取了回来。蛟龙号这种精确定位的能力，让科学家可以在洋底指定地点做不间断的观测和实验，几天甚至几年。